听说政府决定和江阳市合作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次新城开发是个大项，所以想找江总，你管十六吧。张总，那这次想跟江阳市一起谈。江继川，明着讲挺不好的。明着讲让你承认是第一次，真是。小时候我真的是公平竞争，不是不竞争。你说的公平竞争是指包括你的人呗？人怎么没有钱啊？人不是东西。行不行？你说是。今晚上你说的是。豆豆。二位都是江家人，一家人说什么巧不巧，对吧？来，今天不聊这场。江总，大少，刚喝酒没有美女相陪，没什么意思啊。有。我再给你起一瓶啊。是你精确啊。小女佣，我喝一个。张助理，陪好赵总。什么意思呢？喝一口。瞧不起我，想必我。今天赵总有兴致，那咱们得把赵总陪好啊。嗯，对。啊，只要喝得尽兴啊，今天什么都好聊。喝。谢谢小姐，明王好像喝多了，推他出去透透气吧。明王是要有什么？他我了解，我说他喝多了，他就是。去哪儿啊？看 ，OK， 挺好的。来，注意个细节。还想起？来，给人家扫道理，哥不像。这一杯怎么那么嗨啊？我的天啊！来来来，先拍那个。水喝多了也很帅。那个姜丽玩张助理的头发，好温柔的一篇。快点啊！我又来了，我出现在导演的直播间了。这边再给个机会，
你要狠一点，这句话江琪说名字想象不好啊，琪琪，狠一点、啊、可爱的琪琪。但是那个他刚刚那个表现有了，换一个再来。怎么了？哦，好，不是，我想问你往后坐一下。对，准备了，都准备了，红包那些都有了。好，玩头发，他玩后面的头发。很服的，等会吃完乖的时候就搞了。乖，后面没有头发。玩到后面了。哎，马屁呀！别担心，别担心。刚才就是这样，我一直都很奇怪。嗯，准备吃饭的时候弄。哎，给呀、啊，镜头给上去。哎，把这人带的呀。人带着，将近人带着爹。吻戏花絮，请大家付费观看。我有他们的实况图。C， 高一点，怼近一点，怼近一点。吻戏可是要付费观看的。那个，哎，虚不虚？来，哎，就这样啊，蛮好。好的，乖。那我拍到你啊，李宇。来录。嗯，进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他说合作了，生气。对，琪琪有一点困了。江西川，明着抢，不好吧？明着抢，暗着抢。好看，不是，要咬牙切齿，你就先闻，闻你刚那个骚样挺好的，然后听到他的话。告诉大家一个噩耗，我们今天晚上得杀青，得全部拍完。好吧，哎。今天晚上可能要通宵。快！骚要接骚吗？那从肯定要啊。我就要今天晚上可能要通宵喽。听词啊！通宵喽。来录。来录。三二一，走。江继川，明着抢。明着抢。不好吧？好看，对不起，还没有吃晚饭呢，还没有吃晚饭。你正常播到杀青，大家会看吗？不要装，不能装逼好啊！别装逼了，你哎呀，你来真实一点好吧？来一个，咬牙切齿。那就给大家播到杀青嘛。来，好来，来录，三二一，走。想给谁呀、啊？江继川，明着抢啊，不好吧？嗯，他还可以，还是不够。因为还是有点多。美颜也说的对。真生气啊！来，我们把你那个词搭一下吧，锤子。来，搭一下，你听他的词啊。来，来，开机。三，来烧啊！先烧。你们要看草还是要看花？宝宝不生气啊！先。你们要看草还是要看花？三二一，走。赵总，这次项目分给江家的谁呀？江继川，你丫明着抢，不好啊。嗯，这边挺好。就不骂人家。不是。不是骂人的问题，你是故意把那个嗓子压着的。北京人啊，所以听出来，所以听着就感觉特别演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是吧？你是吧？你谁平时生气说话就压着嗓子说的？好。你这个还有，那我们再来一下。那完了。啊，不压着，来一下。好。再来一下。忽然又爆一下是吧？你刚才反应给了吗？嗯，来，再保一下，看一下。来录，贾康，来录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赵总，这次的项目想给江家的谁签？江西川，明着抢啊，不好吧？嗯，看，上一条。OK， 可以，来继续啊，我看啊。来半岛扑，半岛扑搞一下吧。来，算了，你拍淋雨的时候再拍了吧。嗯，
来，姜丽趁机握拳，就张助理抱到他身上去了，生气啊！握拳。哦，直接特效。你也可以给一个。现场很乱的，剧组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手给一个，来，好了吗？脸给一个。来，我给你搭一下啊。来，录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哎呀，哎呀，果然还是你识趣啊。哎，来，我们喝一下，我们陪老子喝一下。哎，他在陪赵总喝酒。小勇，你看 ，OK， 我们喝一不是，你看一下他陪赵总喝酒的样子。哦，还在看一会儿。我都不敢看、我沙发这边全部都是。有感觉。你起身了之后再看一眼都行。好。就是他先推嘛，然后我给你搭词，你自己演啊。我想直接把仇恨转移到小勇。好，我给你搭词，你先演，你自己演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看佑宁老师吗？小美女，你真识趣啊！来来来，小美女，我们喝酒。哎呀，我喝不了，来，我陪赵总你喝。他跟赵总喂酒。赵总，让你娘亲了一口。大家现在都很困。赵总要亲他嘴巴，他不让。因为昨晚没有睡好。啊 ，OK OK。来。其实佑宁老师这部剧也不轻松，因为他的戏份也很多，只是他不用走路而已。来搭住姜丽的手腕。每一个演员都很辛苦的。搭姜丽的手腕，来。你这横着不嘎嘎掉人？没有啊，横着嘎嘎上人啊，他们两个都要看，因为陈思跟若曦分太开了。哦。还有这样的？对啊。来，快快。倒酒呢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如果有好本的话，一定会让他们合作上的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来，三，开他的手，开他的手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哎，路上。都是为了工作嘛，大家工作也。